似乎已祷告，直到力量殆尽，流眼泪如下雨滴，终日不停。主关心而且了解，你能忍受多少，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。当你觉得寂寞孤单，你内心将要破碎，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。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，你的船支离破碎，疲倦失意，别失望，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，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。有人在为你祷告，有人在为你祷告。当你觉得寂寞孤单，你内心将要破碎，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。